智公和尚，智公和尚呢，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宝智公禅师。听说他是观世音菩萨再来的，他是南朝呢一位神医生。啊，有说宝智禅师，啊，也有称宝公或是智公，啊，禅师。他俗姓朱，年少就出家。 入健康呢，道林寺啊，施事生俭，修禅意，就是说他年少就出家。健康呢，就是现在的南京。道林寺呢，啊，他就是服侍这些呢，啊，生这些生人，他本身呢是修禅的。 他在刘宋太始初年，常往来都邑。啊，都邑就是这个城里跟乡村之间呢、啊，城里跟县之间呢、啊，他基础不定，饮食也也也也不一定固定时间。啊，花呢头发留长数寸，哈、啊，常常拿一个席帐，啊，赤脚就就走了。 走在大街小巷，那么那个席帐的帐头呢，挂剪刀跟镜子啊，或者挂一两匹的布帛。那么在消起建年年间呢，他有显一些呢啊，人家觉得他有一些很神奇的这种事迹。他甚至好几天都不吃饭呢，他也没有饥饿的面孔。有时候还会写诗。 啊，而且他说话呢，有时候会有言如趁机，趁机就是一言啊，言如趁机他会一言。那后来都是都是很灵验的，所以在京城里面的这些啊，这些士士族，就是这些啊官员跟这些百姓呢，嗯、没有人呢啊不信服他。那么当时呢？ 啊，齐武帝的时候呢，认为说呢，这个智公和尚呢是妖言惑众，所以把他关在南京呢、啊、健康的这个监狱里面啊，健康一中。到梁武帝继位的时候呢，啊，梁武帝本身是学佛，梁武帝呢就对他非常的礼敬。那么自公和尚呢，啊，示现这个灵异化状呢，有四十几年，那么。 侍女宫侍者呢不计其数的就，就就是说呢，他的这个跟随他的弟子呢非常的多。那么在天界呢十三年冬呢，在华林园佛堂中的四季享年呢九十七岁，非常的高寿。啊，圆寂以后呢，被追封为广济大师。那么宝珠公禅是最最为大家。 所称道的是什么呢？就是梁皇宝忏，就是宝志公禅师做的。梁皇宝忏怎么来的呢？梁皇宝忏是南朝梁武帝啊，他的皇后叫西氏夫人。这个西氏啊，本身呢嫉妒心很重，很会享享享福。啊，那皇后西氏她往生以后呢，几个月啊几个月呢，有一天梁武帝要正在 要要就寝的时候呢，听到外面很多骚乱的声音，出去一看，原来是一条大蟒蛇。我就睁大眼睛呢，看着梁武帝，说是武帝就是大惊不已啊，不知如何是好，就对所说了：“朕的宫殿严谨，不是你所所是，不是你蛇所生之地呀、啊。看来你必定是妖孽啊。” 那一条蛇啊，就对武帝说了：“我是你的皇后西施啊，妾因为生前喜欢争宠啊，常怀诚心、嫉妒心呢、啊，你看他诚心斗，诚心斗这个毒蛇猛兽啊，诚心跟嫉妒心，他斗到这个毒蛇猛兽去了。我常为了争宠，我起嗔恨心呢、啊，嫉妒心呢、啊。所以呢，性情惨毒就是什么？” 他的心呢，都充满了毒素啊，损物害人呢、啊，所以死后堕入蛇身呢、啊。现在没有饮食可吃啊，也没有洞穴可居住啊，而且每一片鳞甲啊，蛇皮上面都有虫在咬啊，真是痛苦万分啊！皇帝，你以前对我很疼爱啊，我才敢显现这个丑陋的形象在你面前呢、啊，希望求一点功德啊。 让我脱离蟒蛇之身呢、啊？说完就不见了。梁武帝啊，把这个情形告诉宝柱公禅师啊。宝柱公禅师对梁武帝说：“必须要礼佛忏悔，才能洗涤罪业啊。”梁武帝就是祈请宝柱公禅师啊，搜寻佛经啊，摘录佛的名号，并且依照佛经来撰写忏悔文。 总共写成十卷。后来呢，梁武帝就依照忏本为皇后礼拜忏悔。有一天呢、啊，突然间闻到异香充满这个室这个室内，久久不散。武帝抬头一看，看到一个人呢，容以端立，对他说了：“我是蟒蛇的后生啊，我已经脱离畜生道了，我下去当天人了。”他到倒立天气了。 因为超度只能到倒立天，倒立天以上就没有办法，倒立天以上要靠禅定功夫，啊，超度可以超度到倒立天，啊，我承蒙皇帝你为我做功德、啊，所以现在已经超生倒立天了、啊，今天特来致谢，言壁就不见了，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莲子大师说了，恩爱夫妻一笔勾啊。 以前感情再好，你命中无常一来，一个跑去当蟒蛇，一个还在当皇帝，已经隔两世了。他在去生刀立天，三世因果了。所以刚才讲不能享受福报，啊，老和尚讲生命无常啊，人命无常啊，啊，你看到。 梁武帝跟西夫人就要警惕了。再恩爱的夫妻，最后还是要分开啊！啊，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者各分飞啊！啊，所以一定要体供那个空性啊！一年所生活东西，在这个时间点里面做夫妻，你们一年有五十年，有四十年，有三十年。 那个时间点，你娶她当太太，你们是善良就是恩爱如故，可以相处幸福五十年、三十年，这是一个姻缘。五十年姻缘一,一到以后，你们两个就要分开。来的时候真的是有来，有结婚，有生子；离开的时候真的已经离开了，相有体无，所以它本身就是空性的。 它是假有的，它是幻化的，它是因缘所生法的东西。你不能把它当真的，你必须去悟透那个空性。你能够悟透那个空性，你就可以在这个空性里面，在这个因缘所生的里面，你得到解脱，得到自在，你才不会结恶缘，才可以转成清净的法。 所以《梁皇五宝忏》呢，从梁朝流传到今天已经一千多年。修行人如果能够依照这个忏文来虔诚礼拜、惭愧忏悔，并检讨改过，以慈悲智慧的法水去洗涤你的罪愆，必得佛陀慈光加倍，业障消除，善根增长，身心清净，平安吉祥。所以《梁皇宝忏》呢，对罪障忏悔。 很有帮助，啊，我们也随喜赞叹，啊。杨万里，他是宋朝，宋朝人，他的号呢是诚斋，啊，那么他的书房呢就写“诚斋”两个字。 他担任太常博士、广东提点刑狱，最后呢，担任太子侍读。啊，他会写诗，啊，自成呢承斋体，啊，跟陆游等呢称为南宋四大家，啊，有承斋体。各位如果看海贤老和尚呢，啊，海贤老和尚这个。 《来佛二圣勇士集》里面呢，也有提到杨万里。那当时是在二零零五年呢，一百零四岁的海县老和尚呢，他为了给海庆老法师呢，因为他是，做来菩萨嘛，要把它装金身嘛，就到广州呢，啊，在广州遇到西藏的十一世班禅，尔尔女不起而已呢，尔尔女呢。 这个年轻的法王子呢，就把这个海鲜和上当成活佛活。他邀请这个海鲜和上呢共进午餐。那当时有请几个几位啊名人作陪，其中有一位呢是国际著名的书画家呢张云田先生呢啊参与参参与这个参会。那这个张云田先生呢就问海鲜和尚说。 你身体这么康健呢，头脑清醒呢，啊，你养生的秘诀是什么？<laughs> 这世界人都会问养生的秘诀啊，啊，海贤老和尚说持戒念佛，就持戒念佛四个字，啊，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那张银田先生呢就自成了顶礼、啊、海贤老和尚，而且赞叹呢海贤老和尚如赵州禅师在世。 禅宗有一位禅师呢，非常有名，叫赵州禅师。大姐当当下挥毫，因为他是书画家嘛，是引了一首《咏菊》啊。这《咏菊》呢，啊，在《南无二圣咏诗集》里面也有念出来。就悟性从来过一家，随贪寒树映莲华。 菊花自者，红霜果。不是春光外菊花。很多人都看到这这首诗啊，这是在讲什么呢？讲冰心见性啊。这悟性从来各一家，就是蠢动含你都有佛性啊。菊花，你有情有佛性，无情也有法性啊。你看。 植物会生生不息呀，啊,啊，所以万法都有它的法性存在啊。有情叫做觉性啊。所以叫悟性从来过一家。谁贪寒数艳莲花？那谁在谁在贪？谁在喜贪这个寒数莲艳莲花？就是说。 喜欢呢，好的不不喜欢不好的。我们的习气在执着嘛？哎呀，太冷太热啦，啊，太苦了，太甜的啦，太酸的啦，谁在咸呢、啊？啊，太丑的啦，太漂亮的啦，我要好一点的呢，谁谁在贪呢、啊？谁在起心动念？我们的习气嘛，我们的毛病执着嘛，谁贪寒受燕莲花吗？ 菊花自走风霜果，菊花是大家认为最敬敬佩的啊！天气再冷，你看菊花绽放的非常好看呢、啊。菊花没有说我应该开在啊阳光普照的地方啊，就算是就是非常寒冷的天气，它一样绽放那个光彩给你看的、啊。所以菊花自走风霜果。 就是什么相应嘛，菊花也让他感觉是非常的挺拔，非常的坚毅嘛，那就表示什么？他持戒精严嘛。那红双果就代表什么？果心力是讲这里讲啊，持到很清净的时候叫沉点不染嘛，一点污染都没有。 皎白如玉，洁白冰清啊，像冰天雪地这样的清澈，就叫菊花自折红霜果。不是春光外菊花，春光就表示，哎呀，太漂亮，太美了，这个景色太好了。就像我们，比如说我们去看日本的樱花，哎呀，好漂亮啊、哦。 是是是花漂亮还是你你执着了你的就它漂亮？唯心所现，唯事所变嘛。唯心所现，唯事所变嘛。春光就是庄严嘛，漂亮嘛。不是这个菊花看起来很庄严，对不对？这个庄严是我们心生的嘛？心生者种种法生嘛，法生者种种心生嘛。啊！ 所以呢，你心庄严，那菊花就庄严。所以不是菊花以外，还有一个春光，心外无境，啊，心外无境，境外无心，啊，就是境界跟心是一体的，不是你的心以外，再去找一个，找一个春光，再找一个庄严出来，不是。 所以这一首杨万里的咏菊呢，张云田先生呢，他就引用这里讲了杨万里的这个咏菊的诗呢，来赞叹，啊，海仙楼上的词界精严，啊。宋朝杨万里的太太陈斋夫人，年纪已经七十多了。 每到冬天的时候呢，早上起来到厨房亲自煮一锅肉粥给所有的奴奴婢吃，才开始叫他们工作。他的儿子呢，杨东山说了：“天气很寒冷呢、啊，为什么要那么辛苦呢？”承载夫人说了：“婢你奴仆也是他人的小孩啊，一大早很寒冷，必须让他们体内稍有热气啊，才可以让他们去工作啊。” 这表示慈悲了。那看到这一段呢，我们就想到恭敬。这这这个成才护者一定是有恭敬嘛？他有恭敬心才会去帮他煮一桌的这个热腾腾的这个粥给奴仆吃嘛，所以老法师说，普贤菩萨怎么怎么去供养众生？普贤菩萨他是用供养，不叫布施啊。 法身大事，他给众生都叫供养，他不叫布施。我们叫做布施啊。那布施跟供养差在哪里？差在行用心不同。普贤菩萨呢，他是用供养啊，一则礼敬之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什么叫供养？我常常用这句话勉励莲友：有孝顺心，有恭敬心，有平等心，有亲近心。 这个叫做供养。老和尚说：“如果你用这个四个心去做义工，那做义工便功德。那如果你没有这四个心，你只是来做义工，那你修到福报，布施有修到福报。这个承在夫人有孝顺心，有恭敬心，有平等心。他不是说因为我是夫人，你是卑仆，我我亲自煮粥给你吃啊。” 你想想看，这个卑鄙一定为他效命的，他有亲近心才做得出来。圆通，这个圆通呢，就是正的一切种子啊。 这妙智所证之理呢，为圆通啊。这在《楞严》《楞严经》有一部《楞严正脉书》呢，里面就讲到这段经文，叫“六根互用，诸片圆融，成之妙果，其修路方法，作为方便者，即从耳根修路。因为观世不是要用耳根圆通，耳根闻性，人人本自圆通，耳根这种闻性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本来记住叫本质圆通。如十方击鼓，一时并闻，就是十十方打鼓，我们都可以听得到。你眼根就没有办法，你眼睛可以看见面，但是不能看后面。但是耳根呢？不是十方有人打鼓，你马上听到，一时并闻，这叫远的，是是远的，是本句的嘛。隔墙听音。 远近能息啊，隔壁就算在在打鼓听声音，你也可以听得到啊。远近能息啊，是通也啊。声有动静，循环代谢，哦、呃，闻性湛然长住啊。声音有动有静，这什么意思呢？我解释给各位听。我讲啪一声，你有听到我啪一声吗？啊，现在呢，我没有打。 你有没有在听？有啊，听听什么？听那个没有拍打的声音呢、啊？这叫文性呢、啊。文性一直在起作用啊，它没有间断呢。不生不灭，不过不净，不增不减啊，不来不去的啊,啊。所以我拍打一声，你听到；我不拍，你也在听。听什么？听那个不拍的声音呢、啊？ 文性一直在起作用，这叫什么？这叫生有动静，循环代谢啊！哦，文性湛然常住啊！我们这个文性一直都本来记住啊，常住啊，了无生灭啊。文性没有生灭，文性没有生灭，但声音有生灭啊。若不行声流转，如果你不不迷着这个声音去去流转。 我们是什么样？我们都是寻生主色汉呐！啊，看到美的东西，听到声音，我们的心马上就攀连六层了、啊。以前有位老和尚跟一个小沙弥啊，那刚好北方的佛寺下雪呀、啊，啊，那一片啊，这个白雪皑皑啊，就是雪国的这个景色非常的美啊。 就小沙弥就说了，他一开山门就说：“哎呀，一片雪国大地呀、啊！”他师傅啊，就从后面把他脑袋打下去。你这个寻声逐臭汉，就是攀连美色嘛。小沙弥头摸一摸，说：“奇怪，那我也没讲错啊。”他就问他叔叔，说：“叔，那你怎么去形容现在外面的景色呢？”他说：“哎呀，好一片美丽的北国雪雪色。”他说：“叔，那跟我讲还不是一样。” 他说：“一样是一样，我心不动诶，你心有动诶，你看到白雪哎，你动心了，我没有动心呢，我了了之了了见呢，我看得很清楚，但是我心不动呢，就是这里讲的、啊，文性常然，湛然常诸，了无生灭，都不行生流转，他似乎没有行生流转呢、啊。这小徒弟有行生流转呢、啊，而能反闻自性。” 反问文,文字性，信成无上道。在楞严经里面讲，文文殊菩萨赞叹观世菩萨，反问文,文字性，信成无上道。楞严经里面讲的，是舍事用根啊，用根性，不是用文字啊。这样慢慢的动静双除，动静相通通放下来了，根尘窘脱。 你完全脱离一切的执着、分别、妄想啊！没有我相、人相、众相、寿者相啊，就根尘窘脱啊！度受六根，就把六根受成一根啊。极灭现前，你的清净性就现前，极灭就是清净性，极灭现前，六根互相为用。当然，你证到这个圆通的时候，眼见是耳闻声，通通是智慧没有用。 这叫做六根互相为用啊，遂得圆通，就是正德圆通啦、啊。可是我会讲，我并没有正德圆通哈、啊，跟郭先生报告，我只是会讲，但是我没有正德圆通。那我讲了也不见得完全都都都到达圣的那个境界，大菩萨那个境界，然后。 三藏法术四十六曰：信体作片也言，妙用无碍也通，乃一切众生本有之心也。我们众生心体体用不二吗？从体起用，所用归体，体体就是你的本体，我们的自信的觉性的本体嘛。但是它在眼见是，我闻声、六根起作用，它产生无量无边的妙用，就是六祖大师那无所寄忆，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自寂止。 何其自信本不动摇，本无动摇；何其自信，本不生灭。这四个是自信的本体。后面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是妙用。你没有妙用，你你怎么眼睛在看，我都在听呢？啊，这就是圆通。啊，那么。 汉朝的刘宽对待下属非常宽恕，虽然在匆忙的时候未曾有不镇定的神色。他的太太想要试试刘宽，让他生气。等到早上要上朝的时候呢，已经穿好官服了。他的太太就命婢女呢捧着菜羹呢，故意翻倒在他上朝的官服上。 刘宽去慢条斯理地说啦：“菜根汤烫伤你的手吗？”脸色一点也没有生气的样子啊！哎呀，这个刘宽果然尊主其名啊啊，宽宏大量啊，啊，他这个心量非常宽大啊，表示他很亲近，义仗很亲。